我看你还算诚恳，这上古龙魂嘛，就赠于你了。回来了，怎么如此着急？发生何事了？点击角色信息。树哥在那边。你有事情可以和我说，没有事情也能和我说，不管有没有事情都可以跟我说。我是来寻找一卷功法的，你知道昊天灵诀在哪儿吗？点击打开功能按钮，点击武学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长老会劈死我的！长老那边怎么交代啊？哎，不行，要先去找什么？小小不见了！你去别院那边叫上陈胜他们，我们分头找。陈胜哥哥，不然我的小命就不保了。劳烦了，还要你给我专门送草药过来。近日我开始修炼长生诀，想来应该可以定命轮了，可否帮我护法？
陈生不愧是那一族之后，这么顺利便破境了。上下坐骑更换坐骑的模型，长按此处可上升自由飞行。你好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好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强化重铸装备可以大幅提升属性，快完成条件，领取你的专属神兵利器吧。男儿当有天下，三尺清风，一壶佳酿啊。
机回城。